Duke Nukem 要出新作品啦！由 Spoon Studio 所推出的 Duke Nukem Manhattan Project 毁灭公爵曼哈顿计划，现在要登上 iOS 平台啦。这个超豪迈的横向动作射击游戏真的超好玩，男主角的那一种潇洒的灭敌方式才是真男人嘛！而且长得还很像帅气的激动人阿诺斯瓦辛格哎，赶快来看看游戏介绍吧。 毁灭公爵绝对是游戏玩家必经的动作射击游戏经典。自去年7月推出 PC Steam 复刻版后，现在这个经典也搬上行动装置喽。由 Spawn Studios 推出的 Duke Nukem Manhattan Project 毁灭公爵曼哈顿计划正式在 App Store 上架喽。人设不用说，突兀的外形一看就知道是以魔鬼州长阿诺为原型设计，潇洒豪迈与放荡不羁的战斗风格让玩家们崇敬三分。 虽然虚拟按钮的操作略显复杂，熟悉后体验剧情绝对是一大享受哦。像是将敌人推到铁轨上让自强号碾毙，或是救出美人胚双峰弹射的经典画面，绝对是玩家们不能不体验一下的。玩家们赶紧下载去吧！